亚米达拉的话，在这儿吧。先宰了亚米达拉，哼。哇，太小！没差啊，送你107点。大瞄准的这个，有点忘记这边怪在哪。过不去，哇，这样车的差也被你知道。慢慢移动，慢慢移动。有点怕被吓，啊，来了。
家伙。我们直接用跑的好了。跑酷一波。一呆，后背，哇哦，东西砸破我的头了，哇，要跑到亚米达的地方也是不容易，也不知道怎么走啊。我们就先不擦药，我们就一直跑跑看，到处走走，花点时间到处走走。听一听，叮叮当当，那铃来铃不怎么加人心上。再唱一唱，嘘比嘟吧。这个几百猎人就来了，我直接往那个巨人的方向切。吹灯，往前走，啊，啥？哇，啥都没。哦，前面还有路。那什么？看了我狂暴直狂生的东西。陷入狂暴直接死亡这什么啊，熊草第一次碰到这个状态，反正后面还有路耶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但那边就一定要用到血瓶了吧，不用血瓶好像不太可能过啊。
多那个障碍物、哦，不难打，很难走。嗯哼，又到这个湖泊，这个猎人哥已经来了。对，啊、嗯、呜！别打，别打！山上还有一个、啊，有靠背哦，宝贝，挺靠背的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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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宝贝，这真的有在靠背啊！真有你的，靠背到我喽！这个猎人是，哎，嗯，先跑。妈蛋！这家伙是怎样？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啊？有没有什么狂暴抗性之类的、啊？亨利特猎人帽。手套好像没什么差。嗯哼。嗯，鞋子也没差，就这样吧。来冲一波。加油！喂，跑酷之旅遇到了点障碍。
嗨，宝贝，我又来了。很凶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快被毒死了！后面有白光闪现，大棒！快跑！快逃！快逃！再差一瓶。绝对不能再被那个狂暴女抓住啦。啊！我被抓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死定了！嗯。这前16分钟就看我们一直被这狂暴女暴杀就好了，我天，狂暴女很烦呢、啊。现在目前是13瓶血瓶，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血瓶太浓队友，现在也到大后期了。可以再浓就好了。哇哦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狂人的姿势，这边是我们的灯。嗯，左边就有东西，忘了捡，也是挺神奇的。这个人真的好痛苦啊！没路吧，对吧？这个下面倒是看起来有路哎，对啊，啊哦，这是一个捷径哎。这个上不去啊，看来不是从这边拿。
这个下去会出事啊！这个，这样这条捷径的话，不知道怎么过来的，感觉是从湖那边过来的。好复杂啊！左边是那个刚刚在上面的，你这白扎死，头有点疼。快会了，快会了，没事没事。还有一个巨人，摸到后面哦，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巨人，哇，巨人连弹，这样这边就有点麻烦。这个巨人的射程真他妈远。就必须先把这个巨人给灭了。这要怎么上去啊？没地方上，大家得想办法。这个巨人有点鬼烦呢、还闪着另一头。有得走。哎呀！
加油不给锁定。啊呜，全力打伤害，真够他妈的。哇，出师不利。听到一些东西想靠近我的声音啊，我不下命，那还好，是没事的。这上面有啥？往上走走。哇，一堆狼人，这边就回来了。就是开了一条近路是吗？不知道进去哪儿的路啊！啊，开了一条近路。这跟什么有劲啊？会不会是这儿吧？这个跳下去倒是真的有劲啊。再绕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没发现的条件。诶，看起来是没有了。这边冷血花幼苗，而这边是我们进来的近路，然后就我觉得就只是靠近那个池子，好像帮助不大。直接到池子里。真的是帮助不大。天哪，那个池子跟别人打真的行吗？我觉得我们不行的。
不行，人打我打不到他。有靠背的，有靠背的宝贝，你好靠背哦，狂暴、啊，跳过了，哎，哎，这里可以一览众山小，嗯，没什么用。这一波倒是有用啊，哇哇哇哇，哇，一堆冷血。从这里出有什么好处吗？也可以安全的下去是吧？感觉不太好吃了。哇，宝贝，你从哪里丢的？精锐，精锐异常。好容易考墙啊。墙区啊，人最厉害就是走过来这儿，走过来这里以后呢，这边可以接着走是吧？对对。血石碎片送到家。是这，哎，我还有又一只。
是。哦，触发了，谁呀？谁啊？蜘蛛哥？好吧，不是很重要。不管是谁，现在都进入了一个悲惨的局面。这边是巨人湖泊，那我们就先接着往里面走。好的。奇怪的生物，不要靠近。这边没有路，我们接着往怪的地方走。侧向闪开，先闪开他的攻击。接着往里走。要求哥。不是啊，那个狂暴妹太扯了吧！
信使的礼物。哇，有人拿这个他妈礼物，也是费尽心思啊。这边就是一条死路，非常死的一条死路。那我们今天再被他打死了，可以死掉了。所以还是要从那个湖泊那边走啊。哇，刚被他打下去，不知道是怎样。有一点傻眼了，宝贝。我们再不信邪的再走一次那个上面的路。卡住了。爆卡一波住啊！这边东西捡到手，希望在我手，我们就可以走下去的路啦。那边其实也没什么充满希望的路可以走啊，走正常的路吧。伤心啊，忽然之间啊，看到了。他太慢。你当安妮啊，狂暴虫。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。
熟悉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我们像是手还是被爱，在现在，这个世界的未来，你说什么像是泪，分不开，我爱也懂得不像是谁。不爱不在，天不地冲过去给他一个重剑吧。老大，我已经杀了你啦，宝贝，怎么也这样把我弄死的？这是伤害不够的表征呢、啊。过不去哎，头有点痛啊。What is it? Very well, let me. Very well. A little 可怜。先把我们的刚打到的狂暴冷血用一用吧。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啊。那可以再升一个。Very well. 好了，分两等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局。堂哥爆菊拳，直接送他上西天。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跳下去走。这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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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个凡人叫了，不要理他。
怪跟那只啊，到火的。绕行一波，我们的开始，是很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。哎，手很长，给你一个赞。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，放你我飘到海未知，闭上的眼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慢忘记，朦胧的世界，我们留了不留。应该直接闭上的眼泪，如果你在尘埃，会不会相信就是迷雾啦，看看这边有没有近路可以开啊，旁边没有灯。迷雾当山，
把这个剪掉。里面感觉有东西呀、啊。好的，的确是有进入的。这还有东西可以解开。这边就宣布过去啦，太疼了。哎，我猜这就是亚米达拉。换成重剑，再一波，再一波。走错路。算你狠。
哎，不是这。破例还白耗一个血瓶，电梯有洞啊，各位，直接被电梯雷爆。可我刚刺他脚不疼啊，难道是我的剑不够痛吗？没道理啊，这个。这个圆盘是真心的有洞啊！滚！来吧，雅米扎扎。破绽给我还不打，看来打尾巴是没什么屌用的，好像要这样一直冲进去猫他头，冲进去猫他头会比较好一点。
接跳过那头狼，不错不错。哇，没照。P 图的招啦，很凶。哒哒哒哒哒。
下好痛啊！快把头露出来！怒击反笑，很怒，很怒，点灯，啪脏，看一下后面有啥，啊，啥都没了，不错，打败亚米达拉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